咱非常来感谢啊，咱武当山啊，李会长、李光富啊，副会长李贤新啊，一直啊来支持我们台湾玄天上帝啊，这次的两岸会乡武当朝圣，结合所有我们台湾及福建各宫庙全部的啊力量啊，来完成一个期待又能够让所有啊玄天上帝的信徒呢更加了解玄天上帝啊的文化及他的精神啊，这一处啊非常也感谢咱中区啊周笔辉来发起这个武当朝圣龙华会乡，过来有去接到咱这个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所有会甲这个大陆共同来创造一个近啊百年来的历史，就是龙华会乡。咱台湾甲大陆其实嘛是拢共通共宗啊，咱台湾的先天上帝嘛是伊对大陆武当山沿海这边过来，这次意义非常的大，就是予两岸的先天上帝有法度伫武当山啊来这个烧会，希望借此会当来宣扬啊先天上帝真武大帝的精神啊，地下宫到底是什么神？地下宫伊要安那来救人，要安那来救世？哦，希望咱所有的地下宫信徒会当期待道典中的玄天上帝一部咱地下宫啊的这个传奇的故事，哦，会当来发行啊，借着这个机会咧，啊，深深的感谢有恁大家人的啊支持，所以讲咱这次大会目前安尼是非常的成功。道通天地，德冠古今，在丁酉年，以天下道教发源圣地武当山举行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来自全球各地道教团体一同参与这次国际性道教文化交流盛会。特别的是，在这一届道教论坛迄日活动，台湾道教除了受邀参与本次活动，由台湾代表之龙华会乡执委会独立主办首次盛大的武当朝圣龙华会乡活动，来自台湾各县市之宫庙团体与信众一同前往武当山会乡，除了共同一脉在台湾各地之先地分灵回往武当山相会，亦将台湾特有道教文化结合道教论坛文化交流带向国际。所有的啊，这个泉州、漳州一边的先天上帝前往大陆武当山啊来回乡啊，同时呢，咱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嘛伫武当山来开幕，所以这次中华千万的人前往武当山啊，咱武昌宫由先天大上帝风调万岁，啊，真武大帝啊，率领前往大陆，祈求北极先天上帝灵感神机显现，啊，来助力咱这次会当两岸会友，会当来平安顺心完成咱这个任务。辛苦了，
家去。我来接车，先加先先加好嘛，你来。在台湾一级武枪将主委陈永吉、领奖委员李信道，也有知名电视剧演员李辉，向先天上帝上香祈祷后，众人准备前往武当山。多年来，武枪将来往武当山交流，在此处定有你的特别行程，是数百年来首次最大的两岸回乡活动。联合两岸道教各宗庙团体，由一级武枪将、武车真武将、元林洪文将联合成立两岸武当山回乡筹委会，代表台湾道教带领进行本次回乡。回乡乃至同宗同脉之姊妹，也是兄弟庙，让新尊回家至来原地相会。先帝法旨与武动，神者遍及古今各地，大至圣殿，细至文明，以家家户户，在此处回乡，亦可见信众多手扶驾，一同独步行完回乡之路。圣驾启程，路经各关，重要行程之时辰与安排，拢遵照先帝指示。在台湾道教科仪当中，会由主委领奖委员正式分享上奏，并透过所谓机身，也是新民的学生，借降临来传达旨意。让行程在神的带领下功成圆满，也代表着信众虔诚顺天行道之美德。啊，为了要这个活动哦，我甲前前后后吼开会安尼开七遍哦，啊，两个单主委连我这三个单主委安尼吼，我拢真用心啦。啊，相信这届的活动会真成功、真圆满。这届吼议会贵宾吼，大家吼拢道气长存，啊，事事如意。啊，这个两岸吼，啊，这个会乡哦，法会吼，啊，佮兼这个这廖敬慈吼，非常欢喜哦。啊，特别感谢咱武昌宫的单主委吼，啊，互阮全部讲有这个机会吼，啊，佮咱恒文宫哦，啊，单主委吼，安尼啊，这。三金庙吼，哎，当个联合吼，啊，伫遮吼，啊，非常感谢咱两位陈主委，谢谢你们，谢谢哈。
天运丁酉年，梦下吉大，无大月武当山太玄紫霄宫隆重举行，并排武当朝圣祈福法会，维持武当山天开皇道，地发祥烟，祈祷国泰民安，民主和睦，国家统一，祈祷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圆满成功。武当山太玄紫霄宫北极玄天上帝急助神仙圣真行进谢礼，香尘迎香禅敬，龙华以国将军代表及上千名道众与信徒，以五月八日在武当紫霄宫举行隆重的回向祈福法会。经过高光法师与经师隆重仪式，众乐师赞颂，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副道长领国将军代表，台湾以龙华武当山回向地位会名义，代表由直接武昌宫主委陈英仪。园林恒云宫主委陈明仁、武车真武宫主委陈光仁等出席，以及武当天地协会会长姜金礼、中华道教先天上帝风道协会理事长李林清、新北市道教先天上帝会理事长林春夏等人，也有福建厦门东安腰江大元殿主委叶亮权、漳州道会宫主委陈清坤。中埔正阳宫主委黄建伟、上海昆山天德宫主持李定明、漳州向下宫刘伟辉秘书处罗元熙道长、甲秘书长罗方正，各地向献地进献五供，五供包括香、花、灯、水、果，进献香九叩三拜之礼之后，恭请表文上启天庭，在回乡祈福仪式上。进行仰神以祈福科仪，透过具体身形的表现，除了呈现道教仪式，亦带有传统民族文化对天地的尊敬，将信众心愿经过祈福传达，以神交流，也因此凝聚众人心力，让祈福心愿达成。除了大殿内的祈福法会之外，在殿外广场，已先准备一场文化展览前。历先演出的闽台龙华民俗科仪表演，发挥在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副道长，一时鼓励的会议中结束，众人均注意电话，准备开始后一个盛大的行程。啊，这次啊，承蒙咱真济宫庙，吼，啊来参与，啊来这次。有一个真有意义的一个纪念性诶，就是讲近啊百年来第一次，那么咱龙华的先天上帝，就是咱号称的地阿公啊，来这个武当山来回乡啊，承蒙所有的啊宫庙祠堂啊，甲咱大陆福建啊、漳州啊、漳浦啊、厦门啊。军啊，青人的时阵来参加，就咱这次的这个盛会，上难得的，离军啊百年来第一次，离咱武当山遥景，遥景显示就是咱台湾道教的一个文化，哦，全世界会当看会到，知影咱的道教的文化，真济啊，宫庙祠堂啊来甲咱斗相听。哦，咱的香火满日日啊，这个鼎盛啊，武昌宫管理员会诚心诚意啊来感谢咱海峡龙华，是咱台湾国宫寺庙团
的帮忙，而且感谢，谢谢。来自台湾、福建、云南等地，甲武当山本地传统道教文化，在武当山特区文化广场集结，透过表演形式，向大众分享各地贴近民俗的道教传统文化，同时也作为两岸之间道教文化交流，展示各地在信仰上的思想与延伸。节目内容包括李山修法安营、云南迎新曲、台湾百家讲、北港三仙祝寿、武当武术、妖果、大古丁、关将秀、地阴三太子等等的演出，让当地已透过电视台收视的民众，一贯难得完整的道教信仰精神与传统文化之美。第四届世纪道教论坛即将拉开帷幕，广持盛会，我们把道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中国民俗文化向大家展现出来，让大家多一个了解道教文化的窗口。本次展演的节目是从来自台湾、福建、云南等地和武当山本地的传统节目精选而成，充分展示我道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完美融合。特别是在我们内地汇聚这么多非常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展示，相对来讲这是难得一见。这是台湾联合对华首次在中国内地进行盛大交规格绕境仪式，在中国官方军警封路介护下，与中国武当传统仪队一同前进，让在地民众已透过镜头收视观众，一览两岸及国际上道教传统绕境与习俗典事，也是台湾道教首次在对华展现台湾传统道教民俗活动。所谓绕境，可称出巡也游境，代表神明降临人间巡境，民众随巡境路线摆设香花，亦可让民众跟随绕境队伍，主要用意也是祈安求福，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湾绕境形式与队伍，除了出巡圣驾之外，亦犹如锣鼓阵、百家讲、三太子、大仙洞等顶头的参与，在绕境科仪中极有任务与用意，经时代演化也成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典型，更是民族地方民众活络地方的民俗活动。
首都最大舞动要紧，队伍将前往舞动山脚下的圣地玉溪宫，进行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祈福法会，为历年舞动在国际上最大盛事开幕前，会主来自全球道教团体一同进行平安请求。上表敬献以金甲赞颂等法事，为活动祈福，让盛会会当功成圆满。国际道教论坛在本届第四届，以道通天地、德观高金为主题，探讨伦理道德、身心健康、社会公益、生态环保、文明互鉴等议题，发挥道教尊道贵德、行道立德的思想。除了探讨相关议题，并在论坛落幕中宣读中英文舞动山宣言，表达道教中的智慧与向善之力量，也借此展现道教传承古今、贯通天地之精神，以源远中流的中华美德。这是武当朝圣祈福法会，由台湾中区两岸会乡筹委会来筹办来举行。两岸会乡筹委会主要是以吉靖武昌宫、园林恒温宫和武曲真武宫为主，对这次活动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这个应当说两岸会乡啊，在武当朝圣的这个意义啊，对武当山、对整个道教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在这个两岸会乡啊、武当朝圣之中啊，也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啊，玄帝修仙传奇能在武当山开进，我们也很欢迎著名的应当说是演艺家李辉来武当山来参观来瞻仰玄帝。
天地信仰早已普及台湾各地，各地皆能见到供奉天地之庙宇，可见天地灵感，迎接乡里。信徒以学生众多，各个信奉天地之团体与庙宇，也透过节庆、文物、活动等，致力推广天地精神。直至武昌宫在过去以特别的方式推广，正是与台湾电视台戏剧合作，拍摄罗布的天地在台湾济世救民的民间故事，也是在因缘际会下，一位多处扮演不同神明角色，由神明代言人之称的知名演员李辉扮演先天上帝，其服装造型透过武昌宫讨论下定案，模样接近先帝神尊造型。在基础透过戏剧的成功推广，以及在台湾绕境，在武当雕像活动，更首次正式在对话登场。两岸之间也期望未来有机会会当将武当山出版，描述有关先帝修道成仙故事的道典中的先天上帝，正式以戏剧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这次呢，非常开心。来参与我们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以及我们武当朝圣两岸会乡。这次来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进香活动，来宣扬我们真武大帝，还有就是我们台湾地区所说的玄天上帝他的精神。而且这次呢，特别有意义，是我由我们吉崎武昌宫，希望来筹备拍摄一部点中的玄天上帝，所以借由这一次的进香活动呢，来武当山祈福。今天李飞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的紫霄宫。这个紫霄宫非常的特别，有很多的电影呢，还有连续剧的拍摄场景都在这里取景。我们也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拍《地爷宫传奇》的时候，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取景拍摄哦。在五月十三日下晡抵达回教一场后，继续进行迎接与当地绕境，沿着环顶路线，以六经地方宫庙，一路回到武昌宫大殿，为地方民众祈福，以庆贺回乡之行顺利圆满。当所有的行程结束，李弟也在武昌宫特别安排参会，以邀请台湾影车观星一同庆祝。在先帝支持下，也特别安排祭母以感谢状，感谢这次参与两岸回乡的信众大德，以及赞助此次活动的善心人士，让武当雕像之路功成圆满。道教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有深度的连结，台湾道教信仰更是普及在民众生活之中，将地方庙宇大开道门，民众多数也迎请神尊以家福供奉，习俗以每年节日以活动更是密不可分，完全结合在台湾人生之中。在武当雕像两岸回乡活动中，台湾顶头祈福绕境，更明显体现台湾民众在道教信仰上的投入与虔诚，有别于传统道教仪式。在现代台湾祈福绕境中的顶头更显得多元，结合时代潮流演进，加入为民俗而生的民俗技艺表演，传统顶头一跨阴阳两界，譬如百家将关将秀等掌管阴界之事，顶头技艺也是为民众消灾解厄，辟谣利民。在两岸回乡活动中的道教文化，以首都两岸最大祈福绕境，向对方展示台湾道教文化特色，包括通过神尊降临传达圣意的机心，随绕境队伍出巡为安的百家将衣冠将袖，方将神智魔游塑造的大神童，以随时代潮流演进，大神童装扮配合现代武器的电影三态注定，拢是台湾每到道教节庆活动拢看会到的顶头队伍。两岸武当山回乡筹委会也借由这次活动，透过对方电视台采访，将台湾特有的道教民俗文化推广到国际。台湾道教文化中的绕境与顶头，不仅代表着民众多数的信仰，
也为道教节庆活动依照境增添盛况。
在马斯丹吉尼吉多的母亲节，轻轻点下就人家所有母亲吼，所有做妈妈的人，会当永远的青春、美丽、幸福、快乐。啊，亲亲妈妈就人家所有观众朋友，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咱不穷穷，先天上帝，金星大大瑞，耳康听千里，会庇佑咱这善男信女，风源碧丽，平安顺遂，家家户户拢会当大赚钱，安尼好不好？谢谢代言人，天心龙，从高攀牛头，地下狂推龙，现在在呼啸。好，下掌声呗！谢谢。好，这炮声祝福大家，拢会当钱大赚大赚钱，好了无？好，炮声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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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接待，接待吼，咱一支武昌宫吼，受邀咱来到这个武当山吼，来参加这次的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也够有咱的武当豪盛两岸会乡。咱这次呢，这活动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咱大家所有吼，有去有参与的师兄师姐，我相信伊的脚吼，伊的脚底拢破皮，跟我同款吼，是拢破皮。要讲吼，大家虽然拢破皮，大家拢无咧爱啦。真的，当然啦。其实吼，像这进修啊，这种活动吼，你的脚老啥物病痛啦，有啥物迄落吼，就是安尼，甲你消灾解厄。对，就是讲把你身体的病痛全部投在这个作品当中吼，给它消除掉。是，两岸三地所有的地啊，都拢在内地安尼，你一概拜，会当拜三四五百尊安尼啦。哇！对，你所有的活动，你讲一届三四五百尊的这天天上帝、神武大帝，还佫来地下讲来甲你做这个祈福的动作安尼啦。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对，尤其我即摆吼要先来邀请咱武昌宫的主委，吼、哦，邀请咱武昌宫的主委陈永琪。陈主委来，跑下过来接，来陈永琪主委。跑下过来，欢迎我们的主理官。在这儿借着这个机会，要来用上感谢的心，要来感谢这次咱参加武当朝圣两岸会乡，咱武昌宫真的有行出去。这个活动，我相信有一天，咱武昌宫在海峡两岸，目前真济人捌咱，今仔日真欢喜哦，会当代表南投县政府、代表林县长来参加今仔日的活动，啊嘛要首先借着这个机会，要代表县长来感谢咱武昌宫的陈主委所带领的团体吼，团队啦，啊对咱县府的推办宗教文化拢做物啊支持，啊不管是吼嘛拢咧办迄。公益慈善的活动，尤其是陈主委对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拢有足尼啊热衷的来参与吼。两岸道教齐心协力，众多以信众一同中途跋涉，带着虔诚的心，完成这次盛大的会乡活动，在武昌宫感谢宴会中圆满落幕。也有为着这次活动贡献心力声援，以赞助的神圣大德献上最高的敬意。不仅代表武当朝圣之行功成圆满，也代表众多以信众为大众完成祈福。也继续延续天地辟佑众生的精神。咱中国
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及咱湖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李贤新，对此次武当朝圣两岸会乡的活动极力支持与协助，也来感谢咱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罗宏正，上重要要来感谢向闽台两岸所有宫庙的感谢，因为有恁热情的参与，才会当使此次活动道喜圆满，见证有史以来首次伫两岸武当山来回乡的圣事，予咱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次武当朝圣两岸回乡。在此感谢所有海峡两岸各宫寺庙团的相助，咱相约2020年武当山再相会，谢谢。